我帮你开灯。虫虫在洗碗，我刚接他放学回来，自己在洗碗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5:25，快5:30。说是晚上了，可是外面还很亮，因为夏天了嘛。然后他书包还没收，先丢在这里。孩子洗碗，然后我去收衣服，我们分工今天合作。中午有地瓜，我喜欢。点心南吗？瓜啦。南瓜，好。好久没有拍你洗碗了，对不对？我去收衣服，收完我看你洗完了没。我们分工合作。我应该洗很慢的。你刚洗很慢，好，我去，你慢慢洗，我先收衣服。我们这也算是做家事啦，家里的事。这个快坏了，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。天气非常好，好，这样就好想出去玩了。天气好好，可是再忍耐一下吧。嗨，啊，谁的图书证没有拿出来？你跟洗衣机一起洗，丢进去里面一起洗啦，洗得软趴趴的了。彤彤的图书证，他昨天去借书，放在口袋里，变得软软的、烂烂的了。彤彤，而且他写说，如果毁损遗失要补发的话，要100块，要100块。这边有写，100元一张，哦，还是可以用啦，只是软软的，你要小心使用。哦，彤彤哦，真的是。不是只有你这样子过，爸爸也曾经这样子过。那提醒你，下次要记得拿出来，知道吗？哦，还是可以用啊，还是可以用。我也曾经这样子过，我还把钞票纸钞1000块的、500块、100块的都有过，没有掏出来就放进去洗。对啊，还有卫生纸，卫生纸最长。卫生纸在洗衣机里面洗，就搅得烂烂的，然后里面都是卫生纸的屑屑，然后每一件衣服都沾到卫生纸的屑屑。你有看过我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哦，有点软软的了，但是还是可以用啦，只要条码可以刷，应该就可以用了。小马没坏就好。等一下，我先放在餐桌上。你等，等一下，这个收好。我年纪越大，我就越来越不会犯这种错，我就越来越记得要洗澡的时候。是的。你说每年吗？每年犯一次错吗？这个？对，其实你没有啦，我是只是跟你讲啦。年纪越大之后，我就越来越记得洗澡脱下来的衣服要先掏一下口袋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还好这个是没有洗坏，只是软掉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用。等一下接着收好，放在餐桌上。我放你的桌上好了。你等一下写功课的时候先收好再写，有听到吗？先放在这，然后去把衣服拿进来。真的是哦。我也会啊。你问我都没有说你真的是。真的是不好听的话，真的。对啊，你问了我也没有说你说真的是，我这只是提醒你吗？我这只是跟你开玩笑。哦。我又没有说。那我不要说，这样说你很难过吗？对，而且我才一次，你是好几次，我都没有说。好，那我爸爸不说了，爸爸先不说，免得你一直难过。好。先把它倒在床上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哎呀，衣服来了。喂，啊。
我说真的是没有要，不是骂你的意思啦。但是我知道做错事，然后被这样讲一定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不讲。然后你又只有一次，好，我不讲了。而且你好像是第一次，是不是？我是第一次啊。好，哎，你洗好了，那你马上就做了一件好事啊！你把自己的碗洗好了。哎呦，我来看一下康乃馨开了没。开不了了吧？可能开不了，剩下这个小的开了，剩只剩这个没开了。这个还没开。可是其他开的好像已经快有点枯萎了。对，快要了。我看见水分。水还很多啊，还有一半。先把它们。你不要这样，会滴水洒出来。你这样是没有用的啦，它是靠这个吸收上去，它已经离开土了，离开土就是慢慢的就会。离开它土，滴在它身上也没有用。不行，它要种在土里。不要在下面。对啊，来写功课吧，很快写一写。我帮你先搬电风扇。卡片先收，嗯。卡片写软软的。没有，你摸摸看有没有软。写软软的。没有很软了，但是比平常软，嗯。嗯，没有很软啊。没有很软啊，是吧？软软的那个啦。就是比原本的软一点了、啊。而且还烘干，积得很干净。卡片拿去洗了，我帮你拿电风扇写功课。哎呦，我觉得每天这样子记录啊，我真的，我有时候想想也觉得。魏多多，今天不用洗。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明天早上再来实行好了。不是说要跟别人不一样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觉得我不要故意去做一些事情记录。然后我想到了，我游戏这么多，我现在就在想，那你一边说，以后一天介绍一个，对、啊，一天介绍一个游，我永远介绍不完。一天介绍一个老游戏，你大概三年四年才介绍完，一辈子都聊不完。我超过一千片、一万片游戏，所以我每一次可能早上叫你起床，我就拿一个游戏顺便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游戏，这是干嘛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玩。早没有开始玩，开始玩要等放假才能玩，或是你事情都做完才能玩了。你事情做完了吗？一天介绍一篇。对啊，那如果说早上就开始玩，你会很有动力赶快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。我不是小时候，高中的时候吧。高中的时候有某一阵子，我真的是打电动打到疯掉，我连上学前都先玩一下再出门。那时候我住外面，偷偷讲，所以祖奶奶没有管不到我。所以我早上上学前，我还都要先玩个十分钟再去上学。你要写了吗？你要最后写吗？第三，要写第四了。嗯。第十课了。你的那你要怎么时候写？我昨天才写啊。第十课。没有第十课。我做功课，我全都写好了。嗯。第九课吗？对。只要复习就好，简单的很了哦。今天做这个，只要念就好，只要念就好了吧？不用念，连念都不用吗？不用念一遍给爸爸听，爸爸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学会？老师都念过了，我也念过了。可是爸爸要看你念哦，这样爸爸。老师念过，我也念过。可是你看这边有写家长签名，如果你没有念给我听，没有让我知道你有做对，我怎么签得下去？这个是爸爸要确定你做对才能签啊，知道吗？哦，来吧。去念这个，念这个卡车。第九课这边，第九课。第九课看书。很好。卡车。很好。男孩。很好，这个嘞。科安。啊。然后字写的还可以啦，好。嗯。科安爸爸把有科的，把有科的可乐。和有安的汉堡连和来，好，那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叫你把可乐跟汉堡连起来，然后要科和安的。好，看到汉堡就好想吃哦。好，科跟安，
安，好，喝满，简单的很哈。好，第二题。把有喝安音的安全帽。圈起来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要圈吗？不用，要，不用，要，不用，要。好，冰宝。为什么不用要？不用要，不用要。这个，等一下签，这个也念完就要一起签。这个是念课文的第九课吗？对。好，来。第九课，看书，爷爷要看书，戴上。眼镜看清楚，安的安心，安什么？安心啊？是安心吗？啊、安安安安什么其实？安心啊？是安心吗？对、啊、安心啊？安心哦，然后科嘞？科。才卡车是吗？卡车，科阿卡。那这个是三声才对了，卡的话是三声，变二声了，变卡车。我看一下是卡车吗？科阿卡。对，你变成二声了，卡是卡是打勾的，对不对？科阿卡。卡车吗？我建议让你改一下，把它改成打勾，你再补一下就好了。再补一下。要不然就变卡车了啦。卡车。卡车。卡车。好。差一声就差很多，如果考试的话，这样就算答对还答错？答错。嗯，所以要注意，知道吗？好，来。科安看看书看，科安看柴。好，我都念过了。就这样吗？对。好，直接。哎、欸，你几个印章了？是不是可以去用学校的？35。怎么又变少了？昨天不是38？34。34哦。那你今天这么早到，没有再多增加几个、哦？没有啊，我签的很好什么的，好像还没给我印章。这次还没给，对不对？今天几号？十三。十三哦，好快哦！为什么每天生活过这么快？这个可以收了。这个。好。我等一下一起收就好。卡车。好。车。收。卡车，不是爸爸，是卡车。卡车，卡车。好了，今天动作非常快，我们事情做完，功课做完，功课做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因为我的手机啊，我注音都跟数学都变得越来越厉害啦、啊。注音还有一点不熟，三拼的还是要稍微再加强，对不对？要稍微读一下。二拼的部分没事了。二拼的没事了。二拼的很熟了。一拼的就。对，所以三拼的你要多练习啊。三拼的我要多练习。好啦，我就记录到这边啦。拜拜。拜拜。来的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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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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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